那皇孙愿不愿意跟我来赌一把？知道皇孙谨慎，那赌注就由我来说吧。如果我赢了，你要让我借到望州；如果你赢了，那我崔家军便帮你救出梁王。听上去倒是挺公平的，怎么赌？ 怎么赌？其实很简单，你闭上眼睛，我从一数到十，在数到十之前，如果你忍不住睁开了眼睛，那你便输了。你不会又想趁我闭上眼睛一针刺晕我吧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。 如何？ 读，不过呢，我要自己来数数。嗯，就算你一针刺过来，我也绝不睁眼。好，那你闭上眼睛，自己数数吧。 我带给你看好不好？我一只手记不好，能帮我记一下吗？它不够紧，你看一下嘛，要不然你不就白送了吗？ 看看。
你我终究是敌非友，今日一别，再相见时，恐怕要在战场上以命相搏。 耳朵呢？他晕过去了，我多次的量诊，保管他3天都醒不过来。真狠，下回教的好。 再不醒来呢，我就要亲你了。我真亲你了。 舍得来看我呀！我以为崔大小姐早就把我抛诸脑后了。
秦王殿下为何如此健忘？明明是秦王殿下让我去照顾萧妃娘娘。萧妃娘娘今日的身子终于好多了，吃了半碗粥也能说话了。我这才有空出宫来看你，我一出宫就来看你，都没有去见我阿爹，你还不领情？那我走了，我要出城去见我阿爹了。哎，我说笑的嘛。这样子，你陪我一会儿，待会儿我陪你一起出城去拜见崔大将军，好吗？ 你就不怕我阿爹再把你捆起来，塞到箱子里去？那你还是会救我的呀。那可不一定。十七郎，夜深了，我该走了。不许走。 属于你我，再漫天的缤纷。十七郎，再画一座城池，我就放你走。殿下如想要，这天下皆是殿下的囊中之物，又何须用我去换呢？不想要天下，我只想要你。你不想要天下。 可想要这天下的人，却不会放过你。那就把这天下让给他们，什么都不要。我就只想要你。为你远方，只是间，此生。 田汤这么快就好了吗？哼，怎么是你？怎么不能是我啊？你都得了常州，那我不应该深夜潜入把你绑了，以换取常州啊？殿下既然要绑我，怎么还端着甜汤来啊？那不得先哄一哄你，好把你骗走啊？不然万一你这一嚷嚷，我孤身而来没把你绑走，反倒失陷在这里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 一碗甜汤就能把我给骗走啊？再说了，这汤又不是你炖的，明明是桃子炖的，半点诚意都没有。你就不怕我现在喊人进来，把你绑起来，再交给我们大将军？绑就绑吧，正好我也是来与崔大将军商议常州之事。你赶紧啊，把这药给喝了。我收到桃子飞鸽传讯的时候，吓了一跳，赶紧跑过来见你。肯定很苦。
那我先替你尝尝。哎，你怎么随便就喝了？这是解毒的药，都是以毒攻毒，八成都是有毒性的。哎，你怎么随便就喝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你怎么不早说这药有毒啊？操！没事吧？十七郎，难受。十七郎，哎，没事吧？十七郎，怎么？十七郎，十七郎，你醒醒！十七郎。我哪敢啊！我就帮你尝尝这药苦不苦，不苦吧？不行啊，那你再尝一尝。你快走吧，来不及了。把这里围起来！不许挠！再挠，你的伤口就该不好了。那你又不替我涂药，我自己又够不到，当然会痒了。那还不是要给你教训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？还有下次？哼，难说。你这么笨，想必我阿爹看着你就生气，说不定下次还要打你。哼，下次打我再说吧。我觉得呀，这个汤快好了，你试一试啊。枸杞，还有枣，好了，尝一尝，怎么样，甜不甜？还可以。那你让我尝尝甜不甜呗？还有那么多呢，你自己咬啊。那药苦不苦？我可是替你先尝了。这汤甜不甜？不能也让我尝一尝吗？让我尝尝。房中来，殿下，这是要杀人吗？你要再不回来，我可真要大开杀戒了。我的兄长大难不死，好不容易才把他救回来，我难道不应该去看看？他要真是你的兄长，那我也就不多说什么，可他分明就不是。你还亲手给他磨了一套棋子，收拾都磨破了，口口声声叫他兄长，怎么，他没有名字吗？他真名叫做柳成风，虽然不姓崔，但他真的是我的兄长。反正我不喜欢他，这个人无信无义，当初卖了潼关，害我镇西军死了这么多兄弟，更何况你还因为我没能及时救他，跟我大闹了一场脾气。你从来不会因为别人对我那样。他一回来，你就去看他，还看了半天。就算是真兄长，也过分了吧？这么小气啊？那今天晚上，我让厨房送一坛醋来好了，让你慢慢饮。甜汤那次你还欠着我呢，怎么，让我喝醋了？行，那我就喝一口，喂你一口。大家一起酸掉牙好了。等会儿崔大将军来了就没机会了。
先辈，又是咱们大将军的女儿。哎，你们说，得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她？要我说啊，秦王就不错。想想自起兵秦王以来，秦王率领镇西军那是所向披靡。别的不谈，就说奇袭潼关那一战，那真是百年未有的帅才。秦王虽好，可是他是皇帝的儿子，咱们大小姐应该坐堂招呼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坐堂招呼。听见了吗？他们都觉得只有我才能配得上。我只听到他们说希望我坐堂招呼。殿下身为皇子，愿意入赘我们崔家吗？什么皇不皇子，秦不秦王，我都不想当，也不在乎。安莹，咱们回劳兰关吧，在那拜堂成亲，生个七八个娃娃，一半跟你姓，一半跟我姓，不娶不嫁，不招不赘，可好？你想得倒美，谁要跟你生七八个娃娃？那就四个，最少四个，两个跟你姓崔，两个跟我姓李，怎么样？你要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把你嘴给撕了。想撕我嘴？就撕就撕就撕！不让。是很久的思念，始终不变。为你愿放弃这世界，此生无憾。阿英，你能直接上书嫁与我吗？十七郎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跟东宫之位，要么你都要，否则你一样都得不到的。你就不能相信我，不再逼我给我一点时间吗？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来见我？是，一切是如你所料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呢？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，我知道亲人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肯定很难过，所以我只是想来看看你。是啊，那是他结发妻子，他都能那样做。那是东宫，是储君之位，所以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的。所以我才不要那个位子。自幼我就知道那是个牢笼，难道你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也生在这牢笼之中吗？是，权力会让人丧心病狂，你也会这么说。正因为如此，你还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因为这个位子争得自相残杀吗？但你是天子的儿子，你是收复两京的秦王，你还是名动天下的镇西军统帅，你以为此时此刻你不在牢笼中吗？我不惜以自己为饵，难道你就看不清楚吗？我不想再跟你吵架了。如果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沉默，落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是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眷念着回到最初。难道你还看不明白吗？我跟东宫之位，要么你都要，否则你一样也得不到的。你就不能相信我？不再逼我，给我一点时间吗？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
哎呀，阿莹啊，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。你再这样的话，我的心会疼的。知道吗？有一天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，看见你，结果发现那是梦，不是真的。现在我是真的，不信你看，是吧？瀛洲苦寒，萤火虫特别少，每逢秋夕能遇到一只都稀罕得不得了。可是偏偏在我出生那晚，从窗外飞进来一只萤火虫，就停在我的襁褓边上，一闪一闪，莹莹发亮，所以阿娘就给我起了这个乳名，叫我阿莹。原来你的名字是这么来的。嗯，我的名字呢，是宗正寺给我取的，字面意思挺好，希望我将来能够聪颖，所以名为逆。但到底我也没有一个乳名，乳母从小就叫我十七郎，所以叫着叫着也就传开了。那我以后都只叫你十七郎。你口口声声叫我秦王殿下的时候，都不知道有多气人。小的时候啊，阿爹知道我喜欢萤火虫，就总是跟我说：“阿莹，我给你捉一只萤火虫，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情，好不好？”或是让我背书，或是让我写字，但我总是耍赖。我告诉他，阿爹，捉一只萤火虫可不行，你要给我捉回来100只我才答应你。但是阿爹实在是太忙了，他哪里有功夫真的帮我去捉，所以我从来也没有见过100只萤火虫在一起的样子。但是今天晚上这里肯定有100只萤火虫吧。伸手。就算你捉1000只、10000只萤火虫给我，我都不会答应。今天晚上这么快乐，就别提别的事情了，好吗？18弯，这首歌真好听。
是啊。命定的缘分，却错位的身份，无尽的安然，想逃离这纷争。多希望这样的时光可以长久一些，隔绝了缘与恨，再长久一些，只属于你我这漫天的缤纷。哎呀，你是最初的期待，心亮起来，你是最终的答案。想说的话汇成画卷，一卷一卷、啊、你是唯一的誓言，心照不宣，你是很久的思念，始终不殿下忘记了，崔某本就是这样的人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崔小姐，巾帼英雄。这一天过得可真快啊！小的时候，总是觉得岁月很长，但是长大以后。才发现，原来高兴的时光总是过得这么快。你今天高兴吗？今天应该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。我也是。可惜再高兴，这一天也要过去了。安得长生即白日，无论我有多么舍不得，这一天还是要结束。是啊。
十七郎，如果有一天我做了让你特别生气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就不再喜欢我，心里就没有我了？本来呢，我是想骗你说的确如此，但是我舍不得，我这么喜欢你，也许将来还会喜欢你很久很久。我认为我不会再像喜欢你一样喜欢别人，所以你怎么对我，我心里都是喜欢你的。我也知道容忍之量是有底线的，我们再打一个赌好不好？赌什么？你闭上眼睛数到十，如果你一直没有睁开眼睛，就是你赢了。那以后如果我们俩为敌，我会先让你三次，可若你睁开了眼睛，那如果以后你我为敌，你要让我三次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数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上的斑驳，那牵扯是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眷念着回到最初一刻，宿命曾有过的温热，多想为你留着。如果爱情人，我们曾承诺过，从此爱上我也要为你活着。一个人多孤单啊，你们两个就是应该在一起。记得为你
直等着你回应我。你怎么穿成这样躺在这儿？过来。阿莹，崔伯父走的时候给你留了多少人手啊？我怎么感觉这府里完全不设防？我穿成这样行动这么不便，我刚进来的时候就差拆窗破墙了，就这都没有人发现拦住我。京里虽然太平了，但也要防范一些。所以殿下这是一下朝，衣裳都没来得及换，就直奔我这儿来了。你都不知道，今日崔伯父辞京而去，这朝中又一片哗然，一个个逼着我娶太子妃，一个个又逼着不让我娶你，吵来吵去，我便反驳了两句。好了，这些大臣哭的哭，喊的喊，我父皇又趁机骂了我一顿，烦都烦死了。谁是你崔伯父？你不是吧？这崔伯父一走，你就不认了？阿莹，我们私奔吧。哼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殿下这是想要跟我私奔到哪儿去呢？嗯？要不你先回瀛州，我去跟那些大臣说，我谁也不去，谁爱娶太子妃谁去。然后我就找个由头，直奔瀛州，咱们拜堂成亲，生他个七八个娃娃。嗯，都不用七八个，等生到第三个，说不定大臣们就绷不住了，就会让你做太子妃。殿下知不知道要生七八个娃娃需要花多长时间？我知道，总得个十年八年吧。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朝中政务又不能不管，若我一走，我的那位父皇又不知道异想天开又能干出什么事，到时候我还得收拾残局。不然这样吧，我还是回瀛州去，反正呢，我只想做你的妻子，又不想做太子妃，到时候你常来看我就是了。嗯，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？我现在是太子，你却不做太子妃，那谁做？说这种话看我不罚你。殿下，小裴将军来了，说有要事商议。走。殿下，去给我拿一双筷子。哦，不是拿。不是在顾良帝那用晚膳吗？怎么，这顾良帝居然让殿下没有吃饱吃好？这可不行。桃子，去传顾良帝来，我要问问他是怎么侍候太子殿下的。是。不准去。桃子，你出去，长儿在偏殿等你。是。殿下这是怎么了？就算是顾良帝没有侍奉好殿下，难道我还问不得了？我还要问问你为什么要生气呢？是因为我去顾良帝那儿用了晚膳呢，还是我回来太晚了呢？生气？殿下为什么会觉得我在生气啊？你如果没生气，你为什么要找顾良帝的麻烦，还要传他过来问话？殿下这是忘记了吧，我是太子妃，在这东宫里面，良帝没有侍候好殿下，当然应该由我这个太子妃来过问了。俗话说得好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既然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太子妃了，自然要尽忠职守。殿下之前是不愿意做太子的，但现在不是也做得挺好的吗？身为储君，替朝廷谋划，解散崔家军，把我父亲从一个万军统领变成一个颓唐的老人，不就是为了消弭朝廷所担忧的藩镇之祸吗？阿莹，我
我也是迫不得已，你回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不回哪里去？这里是重峦殿，就像你说的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你已经是太子妃，就应该尽忠职守。殿下有自己的寝殿，之前不过是新婚之时，在我这睡了几晚地板，做做样子而已，何必呢？殿下睡不好，我也睡不好。 你这是要赶我走？对，我就是要赶你走。殿下今晚就算不愿意走也得走，我今天晚上不想再睡不好了。 已经过了这么多天才吃上涮肉，殿下每天回来我都说可以吃，是你自己非说太晚了不能吃。确实太晚了嘛，哪有三更半夜吃涮肉的呀？哎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，值得纪念。画册呢？快把画册拿出来，把咱们吃涮肉这一幕画下来。不画。那我自己找。 那就是不在这边了，那应该在那个方向。嗯，不准拿！哎呀，不，我就知道，不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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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怪不得你不肯让我看，你怎么能乱画呢？我分明就没有跪过算盘，你这么画。 将来被我们的孩子看到了，那我岂不要被笑死？你现在没有跪，不代表你以后不会跪啊！我这叫未雨绸缪，啊不，未卜先知。你这叫颠倒黑白，不行，这也得撕了。不是，不能。
死，我就死，不能死，就死，我好不容易挖的，就死，你给我，就死。殿下从前在军中也是要睡到日上三竿的吗？让我再睡一会儿。快起来了，不要让朝臣们等着。来，起。我真觉得这一天好长啊，真的感觉度日如年。你呢？见不到我，是不是也度日如年？可是你晚上就回来了呀。所以白天也没有很难熬。可是我白天见不到你，我就很难熬啊。好了，你快点忙完那些公事回来就能见到我了。那你打算今天做什么？我打算跟桃子去风影楼吃酒。别去风影楼了，上次送鱼就算了，还送蒜吗？真是罪大恶极。好了，赶紧起来更衣了，等你抓紧忙完那些公务，一眨眼的功夫就能见到我了。允许你做这样的傻事。
谁让你吓唬我？我不管，你得要陪我。你害我这么伤心，哭这么多次，现在朝里朝外的人都知道我这个太子是个爱哭包。好，那你要我怎么陪你啊？嗯，现在还想不到，可能再过几个时辰我就想到了。什么事啊？我忘了一件要紧事。是忘了去追捕接触的哪个奸细，还是忘了通知禁军要看住哪个要害的地方？后殿的玉桶我忘了换一个更大的。默契的信任隔绝了言语，只属于你我这漫天的缤纷，你是最初的期待，心亮起来，你是最终的答案，无悔无怨，想说的话汇成画卷，一卷一都一天了，我怎么感觉阿莹的声音越来越虚弱了？她不会出事吧？啊，不会的，夫人生产总是要过这一关的。刚才桃子也说了，一切顺利，您不用太担心的。这要顺利的话，不应该早就生出来了吗？陛下，皇后吉人天下，她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我只要她平安。只要平安就好。恭喜陛下，皇后娘娘诞下了一位小皇子。皇后呢？皇后娘娘一切安好。恭喜陛下！辛苦了。这是我们的阿道。真的要叫阿道？那我们将来的女儿岂不要叫阿珍吗？